我是刚刚列车到那111年，1月19号，大武站南。9:44出发就是5898次哦。海龙发车，金融南回线。哎呦，往辽和啊，又去山南色彩线了，亚细节南体解哦。真的一定很厉害啊，又去淡蓝色彩电脑。6:45，准备通过古装号自站，拜拜。通过古装号自了，然后下面个妈站门都掉我们老几万块。谢哥，刚通过是古装号字，16:47通过了。Hello， 下面的妈妈们，多多谢我们老弟我们。5898次哦，开往访寮，台东那边就南一港访寮。蓝皮解忧号在古装号站通过，谢哥那边拜拜。好感动的，呵呵，还是来演。谢哥那边。